好，你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啊。那我们今天下午的议程呢有两个啊，第一个是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预算案，第二个部分呢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的国号公务预算的解冻案六案哦。那我们现在先进行处理解冻案好不好？再继续进行预算的案的审查。那请议事人员宣读解冻案第一案。第一案处理国立故宫博物院案为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国内外及大陆地区理会300万元预算解冻书面报告，请查收案。来，各位委员对这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逐一有吗？没有的话，逐一解冻来下案。第二案处理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一般行政原列17,5,994,009,000元，冻结1/10解冻书面报告，请查收案。来，柯委员，这个部分我觉得我需要再做一些解释，再可以解冻哦。因为这边有特别，你们只是说明到有关于票务、信用卡刷卡的服务费，还有南部区域的预算的编列。那其他像是委员比较质疑，像你做萧和社、退休离职储蓄金的检讨、公有这等等，都没有在报告当中提出来，所以这个部分的报告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不是太完整的，不好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一点补充资料。来，院长或是谁可以来回答柯委员的问题，来补充。第二案嘛，对。你们第二案是除了院长以外是哪一个单位的啊？你们的哪一个负责的单位主管都不用来跟院长来回答委员的说明啊？没关系，你就坐着回答就好了，院长。没有吗？柯委员的问题很清楚哎。第一案的话就有。来麦克风，等一下来麦克风。我现在是问第二案的部分。第二案有关。这可怜。一个是小粉色，我知道。一个是萧和社，对，我现在可以再说一次，萧和社退休离职储蓄金、公有储蓄设备超标，还有水电编列剧增，这些都是当初委员所提出来，可是这个部分在你们所提出来报告当中其实并没有提到，我只是说这个报告的完整度基本上是没有的。有关，因为合作社的话，他已经在104年度整个都解散了啦，所以的话后续方面其实那个储备金的话是那个劳工的一个预备的一个储备金，那个是5000万。不是只有这个部分啊，院长，还有包括公有员额的设置超标、水电费编列剧增，这些巨细靡遗里里拉拉的这一大堆，我都需要看到报告我才有办法来做一些解冻哦。公有的部分，因为公有它是主脸的，我们的话就一缺不。院长，你要一跟我报告吗？然后很详细的，还是你要给我报告？我们等一下补充书面资料。那我们是不是暂时暂缓？他给我书面，因为我现在完全没有听到我要的答案，不好意思，主席。好，谢谢。好，那柯委员说第二案我们先等一下哈，保留一下，你们赶快提供资料。那接下来下一案。第三案处理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文物管理及展览年列1,7,321,800元，冻结1/10解冻书面报告，请查收案。来第三，我还是觉得这个部分的回应是答非所问啊。我当初委员提到是有关于国外差旅费、派员出国训练，还有书画陈列室光鲜照明等等这些的费用，还有导览员制服费用等等，这说明不是很详细。还有就是我观众有关于这个等，我们还有包括对于观众满意度的这调查等，其实仔细看都有提出这些疑问，可是报告里面其实对于提出这些东西其实并没有做出说明，主席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是真的没有做出说明。院长，你们在针对这些解冻案的这个对委员的说明到底是怎么样
处理写出来的，会写到让我们的委员都看得不清不楚，答非所问。所以我还是再请院长哦，你是谁可以再来回答柯委员的问题跟我们的质疑啊？第三案文物管理及展览是哪一个？故宫哪一个单位？跨三个。跨三个。跨三个，院长，我再说一次，就算是跨三个，你那跨三个的主管就要来跟院长帮忙，院长协助院长来回答、啊。这个还要我教你们啊？每个部会都是这个样子哎、欸，我从来没看过哪一个部会是放着我们自己的院长不知所措，而你们的所属的几个相关的一个局处通都不用来协助啊。上一次我已经很不爽了，不处理你们的冻结案了，你今天已经要把你们排进来了，结果你们还是这样的态度啊。对不起，我用不爽两个字。故宫说话处，故宫，可不可以现在解释？刚刚柯委员的问题回答。好，跟我解释清楚，还是你要等一下来？我觉得就暂时可以保留，因为你的解没有。我现在只是提出一个疑问啊，就当初其实委员就提出非常多的一些状况，为什么都没有在书面当中？其实我们都很愿意来做一个解冻，我也可以感受院长非常殷切希望我们去解冻，给我们一个台阶下的部分，就是你真的就是把这个报告说明上面讲清楚就好了。可是为什么每次到这边我都觉得好像我一个人在做坏人？因为我就不断叫你在说明，然后你要跟我说明，然后你叫我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做一个彻底的一个解决吧。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最重要的吧。你们现在连我在处理哪一个冻结案，你们都还不清楚啊？只有院长知道，其他人通通不知道啊。第三案，来。来，都不知道的话，第三案保留，下一案。第四案处理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文物登录与科技园区园内2265万3000元冻结五分之一解冻书面报告，请查查案。来，第四案来。来。第四案，第四案，我的意见真的是会比较多一点。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边就有委员提出来啊，105年的文物登录跟科技研习的计划内容跟预期成果，内容是跟104年完完全全相同的，故宫也没有做说明。而且呢，为什么两个年度的计划内容跟预期成果会完完全全一致？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还有呢，这个针对提案委员所质疑的仪器收纳空间不足的问题，故宫到底要怎么计划来做怎么样的解决？还有呢，说明所写的就跨院区提调文物作业所需要的临时人力用品差旅费增加的情形，这应该都不是常态性的一个现象，到底有没有落日时间？这些临时人力到底会不会雇用下去？我想等一下我们在预算的这个审查部分也还是会提出有关于这个临时人力的这部分。我们每年都要在这边动，然后故宫也没有提出落日的条款，然后呢我们就继续在讲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今天真的是针对于这个内容竟然两年完完全全的一样，那我真的不知道、院长，我真的很想给你这样子做，但是实在是跨不我要看到的东西啦。说明，快点说明啦。来，柯委员的问题来说明一下。委员好，那就是我们假如说在文物的一个文物的保存的部分呢，那包括有三部分的工作。第一部分就是文物征集，那征集的工作就是我们每年会有寄存，还有那个捐赠的案子。不是啦，我打断一下啦，刚刚柯委员讲了嘛，你们的回答连续两年都一模一样，一字不差，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每一年委员要提这个冻结案的理由一定是不一样。那你要针对委员提冻结的一个疑问，你要来回答嘛？那回答的让我们委员可以接受，我们就准予解冻嘛？这么正常的逻辑，难道故宫各位博士们、各位这么的专家学者们，难道会搞不清楚这个逻辑吗？
就两年的报告都一模一样啊，成果啊，什么内容跟成果都一模一样，跟预期成果都长得一模一样啊，开始安内嘞。我也很苦恼啊，主席，因为它是常态性的工作。那我们在当初提这个冻结案的时候，不是针对你常态性的一个业务报告来冻结嘛？一定是有疑问才会提冻结嘛？那我现在给你机会，要让你说服委员们来同意解冻。那你有没有针对委员的问题来提出说明？啊，这么简单一件事不会啊？对，我们是不是在补充？来，你先搞清楚委员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把书面给你，这是我的问题。好，可以完全是看到你所的以前委员上一任委员的意见跟你们这次所提的报告做一个交叉比对。我们很认真的去做比对，就这样。但是你如果对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问题有部分的话，我可以把我的问题给你。可是这个问题是我整理出来的，我刚刚也特别口述出来了。我觉得这一定是在书写报告上面有一个非常未经完善之事嘛，我才会去做这个部分啊。谢谢委员关心这个部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对不起啊，我觉得这一案里面第四案里面，我真的建议不予解冻，我没有完全没有办法看到可以看到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是不是在补充报告再给委员这样子？你本来来这里之前就应该要准备补充报告，还有准备所有的说明来说服各位委员。这一案如果还没有办法说明的话，我们就再保留来下一案。第五案处理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卷送冻结文物价值运用与管理85万元预算解冻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请查找案。来，第五案，来，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第五案没有意见的话，足以解冻。来，下一案。第六案处理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卷送资讯管理维护延内7757万元冻结五分之一预算解冻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请查查案。来，这案来，没有，我觉得这个部分跟我们等一下讨论的预算是完全环环相扣的。院长你也知道嘛，因为这个故宫并没有解释雇用大量临时人员、临时人力酬金增加的一个原因嘛，这等一下我们大家也都会提到。你今天没有在这地方提出的话，等一下预算也还是遭遇这样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好像据说是故宫年年，我不知道新存是一个旧委员，故宫年年都会有这样的部分嘛。可是你还是要提出一个更完整人力配置上面的一个规划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你要解释完临时人员的部分的地方做出一个说明，我觉得这部分才有办法来做一个解冻。这还是一个故宫长期以来的人力配置的这个问题啊，等一下你还是会遭遇这个问题啊。我再把它讲清楚啊。就故宫的话，因为其实的话在整体的一个人力运用方面了，包括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最后发展到365天的一个开放，然后早上提早开放到晚上的话延长开放，那个开放的一个发展，所以的话它原有的话临时人力的话就是说有它的一个必要性。那整体的话行政院它是有框列的，它包括到就是说我们人数的话原有的话有一个临时人力的一个框列，另外的话预算的话也有框列，所以的话它最多一定我们年年都要上演这样的一个剧嘛，是不是？就是你有自己的预算上的限制，然后我们每次都要提出质疑，然后你要告诉我们，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政府就是要带头聘用这个临时人力，这个部分在故宫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套的，是不是？目前的话行政院碰到，因为它不大可能让我们增加人额，那所以的话这当中啊原有的这一些它就限制成一个包括一个原额的一个最高限跟预算的最高限。所以各位委员，我们就继续以后这个啊就要继续阿乐哥继续哥来。等一下100党籍党尼的话来公安的哈。106年度的再继续动了哈。好了，那105年度的这个案子哦，第六案了哈。那我们就因为是人事的部分了哈，先准予解冻了。哦，那等一下106年度要讨论这个临时人力的时候再来讨论了，好不好？好，那第六案也准予解冻哦。来，我再回过头来再问一次，我再回来再问一次，第二案，谁可以来帮忙院长？第二案难道都没有人可以来帮忙院长回答一些问题吗？都没有你们的事吗？
啊，如果没有你们事的话，就直接就继续动了。来，报告委员，那个故宫南院处处长王世胜报告。刚才柯委员问到的南院有关于这个水电的这些部分呢，这在一般行政里边，因为去年南院刚刚开馆，所以在我们的那个水电的这个部分，当时都还是一个预估的状况。那我们以我们的38,000多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来计算我们的水电的时候，事实上还要考虑到，我们虽然面积不及台北，但是我们的那个体积，就是在它在高度的部分呢，会高过于台北的2倍到3倍，所以当时在水电的预估的时候是有把这些含进去的。那另外的话，在南院这个地方，我们在一般行政里边，因为不像台北有驻卫警，也不像台北有我们的特殊性的技工有从事积水电的这些业务的协助，所以有很多是委外的，那也因此会在一般行政里边增加了很多的这些物品的费用等等。好，那各位委员，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答复到委员的？跟其他委员，这个部分有关于水电剧增这个部分，我有听。是。南院这一块的部分。好，柯委员，你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部分吗？蒋委员上次也有提出来。如果其他委员没有的话，来吴委员。南院的，我记得，因为我是处理明年的预算的哈，我在看的时候，好像说南院的预算在水电的这个。你们的执行率好像1到9月还不到一半啊，那个是不是这样？可以报告一下委员，有几位委员都对于南院的水电费这边都有提出一些这个提案，那待会儿在预算审查的时候，南院这边也会逐项跟各位委员报告。所以105年度的先予给予解冻，好吧？那第二案，谢谢。所以解冻来第三案，第三案刚刚因为。也没有人有办法回答委员的问题了哈，所以呢，我们刚刚是保留，我现在再给一次机会给故宫，来跟委员们解释清楚。来第三案，文物管理及展览。我来先跟委员报告光纤部分。我们执行的情形啊，那因为从100年起，我们是分年来分陈列室，依序进行光纤照明的改善。那到了105年，我们已经执行完毕了，所以不再继续编列同一个项目。好，那还是有关于柯委员，你的麦克风。那其他的部分呢？有关于国外差旅费、派员出国教育训练费，他就其实我也没有这边怎么样，就针对委员所提出来的问题，说要把它条列一下而已。我觉得故宫就是根据委员的问题一一提出，你直接说明就可以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还要再重复，然后问我满不满意。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写出来啊，对不对？本来就是没有写出来啊，没有写完整。院长，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啦。当初冻结案，委员都有把它冻结的理由跟疑问都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写出来。结果呢，我们现在给你们机会要来解冻，你们对于委员的问题质疑，你们却没有针对的这些问题质疑来回答做说明。你们给我们都是那种全部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 routine 的一个叙述，而且呢几乎年年一样，你们未免太懒惰了吧。我个人建议了，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这预算还是最重要的哈。那个三跟四，第三我们是暂时不予解冻，因为你这个部分故宫今天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审得完了。如果真的审，如果今天到最后你就再回来看，在这个时间有没有办法给我们更多的资料补充。那如果说故宫今天审不完我的预算，还要等下一次的话，那就这两个案子再下一次再提出来。我觉得这样是节省彼此的时间，因为我真的是不想在这边听我，然后每个人就看我到底可不可以。哇，那压力很大。来，其他委员，来，张廖委员，来，麦克风拿给张廖委员，好不好？我是觉得今天在讲的冻结案，其实跟我们要审查的预算有些真的是一样了。那如果说冻结案这边的说明大家不能接受，我们等一下审预算案的时候我们就继续冻。那如果预算案的时候说明可以接受，那105年的我们就回来让它解冻嘛，好不好？这个是其实一致的嘛。那你现在解冻接受了，等一下你106年你要不要接受？
同样的问题，这个我尊重各位委员，来，对，好，谢谢。那现在依照各位委员的建议，我们第三跟第四案也暂时保留，好，我们先来进行处理106年度的一个总预算案，好不好？好，来，接下来哦，预算审查哦，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预算述及提案内容，总共有161案。那在宣读的同时，我们进行讨论跟协商，好不好？好，这样比较节省时间。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国立故宫博物院收支部分、税入部分，第二款赔偿罚款及赔偿收入，国立故宫博物院370万元。第三款贵会收入，国立故宫博物院12亿3147万5千元。第四款财产收入，国立故宫博物院1亿1534万2千元。第五款营业，来，他一边宣读，我们一边预算处理，来，请主秘各司处的赶快过来这边。第七款其他收入，国立故宫博物院362万元。你们应该也不是第一年来审预算的吧？会这么生疏？第六项，国立故宫博物院11亿5082万5千元，一般行政7亿0748万3千元，文物管理及展览1亿6302万9千元，文物登录及科技研习1643万8千元，文物价值运用与管理487万元。资讯管理维护5180万2千元，安全管理维护1亿7019万9千元。故宫南院院区筹建五类数，一般建筑及设备3340万6千元，第一别军360万元。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委员提案，国立故宫博物院税入部分，第一案委员核心传等提案，赔偿收入一般赔偿收入增列100万元。第二案，我再讲一次，我不用麦克风，你们委员黄国书等提案，同上增列100万元。三，委员吴世雅等提案，规费收入使用规费收入场地设施使用费增列5000万元。四，委员蒋乃先等提案，财产支取权利金增列1亿2561万2千元。五，委员陈学圣等提案同上增列1/2。六，委员黄国硕等提案同上增列5000万元。七，委员何新存等提案同上增列5000万元。来，好，那现在他那个议事人员在宣读哦提案的内容哦。提案同。那我们就开始先逐案来审哦。106年度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委员提案哦，那我们这里有一个会诊表，各位委员哦。是委员吴志扬。好，那我们先一二案，因为是同一款、同一项、同一幕、同一节，我们先来讨论好不好？第一、第二。及事业收入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付增列2亿。那黄委员要不要先讲？好，来，第一款跟第二款其实是同样的东西了哈，我跟思瑶、招伟都有提了，我先讲一下。我是新存招伟。啊、哦，我恭喜，谢谢了。哎，吴思瑶来了没有？吴思瑶来了没有？没有，我想吴志扬了，吴志扬。2500万元。就是委员吴思瑶等提案同上。好。2000万元。我想请故宫哈，我们今天的案，我们有冻结解冻案，而且我们还有预算案，预算有100多条。其实我们想看到故宫很积极的来处理了。刚万千跟我讲说，我提了几案了，20几案了。二十几案，你们好歹来说明一下啊！只有一件有来说明，只有一件。增列20，而且这一件还出部分，我觉得最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提案业务费，所以我不晓得怎么样来帮忙这个事情。好，我们一条一条来了哈。这条我们20，我们这条哈，黄国硕等提案业务费临时赔偿的收入100万元冻结两，我们列了370万。好，最近这几年来故宫的仿冒的问题非常非常多，你们怎么处理了？刚刚好在那个预算解冻啊，你们有一个说明了哈，你们有一个说明，你们说明什么呢？这个你们可以采这个补授权的方式，比如说查到啊，你搞我侵权啊，拍摄外三卖给你修狗，但是你可以补，来跟申请补授权，我可以补充授权给你，啊，5万元，就地合法了。
这个是不是故宫的态度？我想要了解一下。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那你这个什么赔偿收入，这个大概都不用编了，真的就不用编了啊。我们政府在查违章拆到以后，哦，我那派些玻璃来搞我包电梯建造，可以这个样子吗？可不可以？哦，我想先确立这个原则。这个是在你们预算解冻你们的说明的方式啊，你们打算要采用补授权的方式去要求北京故宫完成相关程序，补缴相关权利金，然后你们跟他们和解。这个是故宫的态度吗？那这个是冯明珠以前的态度啦，因为这个是当时他的预算冻结案是他在任内嘛，这个冯明珠的态度我知道。我想要了解，那林正仪院长，你新院长也是沿用过去冯明珠这样的态度吗？这一部分哦，以前我有大力了解一下了，他们的话都说，基于那个推广，但是我到了以后，那个5月26号其实的话就已经发了那个律师函，然后请他们的话一定要依法来处理。那后续我们的话几乎的话就是依法，就是说该法的我们的话还是法，而且当然的话以前的话说有一个罚1000万，我们的话是这个因为包括监察院他们的话觉得不合理，那个取消，但是其他的要罚3到10倍这一部分，我们的话目前的话是依法在执行，所以这个案的话哈，我们的话是同意说增列100万，那我们努力来执行啊。我讲一下哈，第一个我想了解顾问态度了，另外哈这笔预算哈，你们冻结编列哈非常非常低哦，这个赔偿的收入哈，你们列370万哈，可是你们104年的决算就已经683万了，就明明有这么多了，那你打算越来越放水吗？照预算的编列跟你们在解冻案的这样子的说明，就侵权的相关的责任，其实故宫就延续过去冯明珠的态度，就是打算要放水了嘛。所以我建议啊，报告主席，我建议这里哈，这个赔偿收入税入面要增加100万了哈，以上。好，那黄委员，那依照你的提案是增列100万了哈，那我也是提案增列100万，那故宫就遵照办理。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来。来加入联署，来要加入联署，来加入联署了。苏乔慧委员、李丽芬委员、张廖万坚委员、蒋乃馨委员、陈学圣委员、李丽芬委员、柯志恩委员、吴思耀委员、吴志扬委员，全部通通加入联署了。第十九委员黄国书等提案，好，来接下来第三案，来吴思耀委员等所提的有关规费收入的这一案，他要求增列5000万。来，故宫要不要说明？还是其实这就很简单。对于故宫南院，我们投入这么多资源物力，然后事实上在试营运的时候，人次上参观人数也都很好，所以我们是正面的期待啦。就是在我们增加一部分的这个门票收入，作为我们自我期许，所以我这边是提国青班。我报告一下，好，来故宫报告。今年的话，收入差不多6000到6500，然后当然的话，前面三个月的话，我们有试营运。但是的话，就是说在106年的南院的门票大类的话，我们已经编了1亿2000万。那实际上的话，明年的一个额度，其实的话差不多也能努力的话，差不多你们原2000万。院长，你原列是12亿哦。12亿的话是含那个北本院 ，OK 好，北部的院区。啊，南院的话是今年收到年底预估差不多6500，但是前面经过我们3个月有试营运免费的一个试营运，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一部分我们可能比较难再增加。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面的给大家一点激励而已嘛，你没有达到我们也不会吊起来打。但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而且 我看我们院长提了也很多，包括我们现在新南向你要扩大很多新住民来的这些，我觉得是有要有这样的督促，你们才会去更积极的推动。 那我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增列2500万给你们当做目标？ 好不好？2500可以来增列2500，谢谢主席。好，那第三案我们就决议增列2500万了。冻结500万。
好了，江委员，接下来是你的案子了啦，我已经宣告了哈，来来。没有，你的是第四案财产孳息的权利金的部分，好不好？你这个争列，我就更支持你，好不好？设计制作费用。来来，江委员。220万，冻结。这个2500了，就宣告了，就宣告了。因为我是觉得哈，故宫今年编预算，尤其在税路方面，我不晓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编列这种预算。106年的预算会比104年度的决算还要少。设备及投资动员之一。像这个哈，你103年的决算数就是1700多万。2000万年动员。104年的决算数是1700,1,7600多万。结果决算数是2亿2300多万。谢三委员，所以你既然在两年前都可以达到2亿2300万，你今年怎么还只编了1亿400万？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数字啊！然后自己砍了是60%以上啊！一般是部分的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104年最后他有蓝燕的一个 BOT 案，那蓝燕的 BOT 的话，他有固定权利金跟还有1000万的一个那个权利金，他就的话就有3000万的一个权利金。那今年的话，因为他二期的话在后年才会开始，所以的话今年的话就没有权利金的一个收入。那其他的一个这些权利金，我们评估下。其实的话很难成长，尤其的话其他的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套书，那目前的话像四库全书这一类啊，它的话也都有一定的向图书馆它订购，那订购它已经订购以后就不再订购，那我们当然也蛮期待了，再开发一些像药典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书来争取更多的权利金价，但是的话这一部分它就必须要花时间，在明年的话还很难有这样一个大套书的这一些权利金的收入，所以的话目前的话在评估上的话我们是差不多1亿6000多万。来，没关系，还有其他委员，除了江委员，那可是你是1亿6000多万是105年度的预算呢，106年度的预算是1亿400万啊。对啊，1亿400万了。我们同时在这个客户向下，院长，你刚刚讲到那个四库全书的问题，这就是你版权问题呀、啊，被人家盗用啦，所以谁来买你的东西？你在刚才搁置案的时候，你就没有讨论到啊，不是两个问题，对不对？你如何能够保障你的版权，保障你的权益，对不对？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也开始进行仲裁嘛，但是的话就是说能不能走。的话，从有一些新的可能，新的那个授权，包括像我们书画类的一个书画，古书画方面的一个编辑，目前的话也重新在编，希望的话将来有能扩大更多的那个权利金的收入。来，我们这个预算科目向下，还有陈学圣委员、黄国书委员、本席跟吴志扬委员等哦，都有提案哦。那是不是其他委员还蒋委员还要继续吗？还是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来，黄国书委员，照你的通过。来，黄国书委员，来，你也有提案。我是要跟陈列五千年，电脑软硬操作交易权减三万六千年。我提的这个案子是有关于权利金呐、啊，故宫哦是有品牌的，坦白讲，故宫的品牌创造的价值啊，当然是国家级的，那不止国家级的，当然全球哈、啊。那我们的权利金你来看，我也不解了，为什么从103年开始啊，怎么会每一年的这个权利金的收入一直在减少啊？你说103年还有1亿9600多万。到105年，今年还有1亿6300万，怎么会明年突然间减少到1亿零四百万？为什么？为什么减少了6000万呢？为什么？好，再来决算，我们来看决算嘛，不然你就决算讲一个道理出来哈。决算在104年都还有2亿2300多万呢。那你告诉我什么道理？为什么106年的这个权利金的收入突然间少了6000多万？为什么？
来才也报告过，就最主要他在 BOT 的时候，在南院的 BOT 案当中，他因为签约的时候有权利金，就包括签约的时候就有一个固定的权利金跟他年度的权利金，所以的话整个那个时期就有3000万。那其他的话当然的话就是说他套书，尤其大套书，就是说他原有早期卖的好，刚出来的时候好，但是他买了以后就不会再买，那那个的话会逐渐少，所以假如没有再新开发一些大型的套书的话，他权利金的话就会趋向越来越少的。好，那你105年现在决算快要出来了吧？105年还没啊、哦？还没有。104年，你看那104年，告诉我，你104年还有2000多万了，2亿2000多万了。105年，你这样差太多了。104年的决算呐、啊？104年的决算呢、啊？就还有2亿2000的还就是我刚才提到了，104年的话，因为有 BOD 案。然后另外那个双品牌跟大套数的这一些原因，所以的话它104年是比较多，但其他的话很难达到那么多，哎，其他年度没办法。来，谁要补充说明？来，那个文创行销处补充说明一下。那等一下再请吴志扬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好，我是文创处徐孝德，那个就出版品的授权的部分哦，其实104年当时是编那个8837万2哦，但是实际的结算是只有那个1123万，所以说就成我们刚院长所提的，主要原因还是出在那个 BOT 那一部分的减少，但是其实实际出版品也是减少了将近6000多万，因为大部头的书就是，假如说已经有人家有买的话，就比较难销，但是我们现在院长已经有提议，就是要出那个一级医药古典啊，还有一些类似《宋画全集》这样的书画哈、哦，这个会未来会吸引更多的那个，我们尽力。所以未来要吸引更多，是我们大家都提案要整理、啊、来，吴志扬委员。好，我这样看起来我的还最保守哈、哦，500万差人家一个零哈、哦，我是觉得你们故宫哦，除了一开始早。大家都知道那个政治到了那个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亮点，就没有什么亮点啊！不是，我就觉得说你们一直在讲那个大型套书，我就太沉重了。真正有宝贝的是我们哎、欸，结果北京故宫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现在在玩那个让年轻人去做创意的故宫淘宝啊，搞一些枯手的东西，他没有东西，他反而创出很多价值啊。我们拥有坐拥金山银山，然后不知道要怎么样把它创出价值啊。我觉得你这个部分一定要充分的让啊这些搞文创的人，你授权给他嘛。我觉得光是 LINE 的图案，我搞不好我觉得就超过这个啊。好、哦，你看那个雍正的各种表情，好、哦、好了，那个甄嬛的各种表情，你看好了啦哈、哦。你看你光想那个 LINE 的图案，还有我跟你讲，我们中华职棒光是那几个球星的图像授权在人家那个电动玩具里面出现一下、闪一下，那收的钱就超过这个啦。所以哈、哦，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加啦。我只是说。我不管你们那个什么大型套书什么讲的，我觉得年轻的这一块文创这一块一定要加强，所以说很客气的跟你列500万呢、啊，好，那看大家怎么讲了、啊、哈。对啦，谢谢吴志扬委员啦，本席也有提案啦、啊、我很赞同啊，这个文创的一个价值无限啊，而是要懂得运用啊。那文创的价值怎么运用呢？就要看你们怎么样去推广，或者去 push， 或者是怎么样去发行。而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坐拥这么多的国宝金山银山，但是这个都不会钱滚钱，不会为国库增加收入啊。而且除了之前有很多被对岸盗版的那些人家都帮你们盗版，结果人家在赚钱，笑死人了，对不对？那我们自己是正白正强，结果咱家己的物件，咱不要改去开发的商品价值。所以我们很多委员都提案要求增列哦。陈学圣陈委员，你有提案你他增列1/2，也就是增列5000万嘛。那各位委员，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我是写多少？
您写五千。我是建议，因为慢慢的话，这些我们文物的话，慢慢应该开放，然后 让民间的话更多的一个应用，能藏富于民嘛。所以的话，现有一个权利金，当然政府能多收入当然好，但未来的话，我是觉得说应该开放，包括刚才吴委员提到了。让年轻人更多的应用，让民间的话更多的一个财富的一个创造的。到院长，藏富于民，藏富于民是他是在赚更多的钱，但是他赚那个钱要付你权利金，所以你也要赚钱，不是说我都不要赚钱，让他们去赚。我不赚钱，但是的话，就未来的一个趋势上，它是会越来越开放。反而的话，政府要纯粹拿权利金的那个它效益的话，不见得。比扣税金来得高，所以的话，未来我们假如说民间他的话能活用我们的资产，让他创造更多财富，我们的税入就更多。哦，没有哦，不，院长，你这样子，我有点意见哦，这是两码子事哦啊，他有没有缴税金给国家，那是他有赚钱有所得就要去缴税金，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呢，你要让民众呢能够。运用故宫的国宝去发挥创意去赚钱，那他要去赚钱之前要先取得故宫的同意，这个就是故宫的权利金的来源哦，这是两码子事情哦，不能混为一谈。那我们今天谈的是权利金，好，我们现在就是在鼓励你要多去推广，多去授权，有合作意愿的，您筛选之后，您甄审之后，你觉得可以授权给他的，你就要去收钱，第一个标准来收钱。来，那还有其他委员吗？意见？主席英明啊，来讲贾委员。这个说实在的，编预算啊，我审了那么多年的预算，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今年的预算比去年少了是6000万。今年的预算比前年的决算少掉1亿2000万呢。对呀，很奇怪。故宫难道做回去了吗？不可能吧，只有越做越多。哦，你就是一样，对不对？也要跟决算一样嘛，对不对？哪里会说只有决算的40%？这个走到哪里去都无法相信，可以让人家相信，那就是表示故宫不但没有企图心，还倒缩回来了。哪可以这样做的呢？你前年的决算是2亿2300多万，去年的预算数是1亿6400万，你今年的预算是1亿0400万，空了。开玩笑嘛！我审预算审的那么，当民意代表当了30几年的民意代表，审了30几年的预算，我第一次看到有这种预算，而且还是在我们故宫的，金字招牌的故宫哎。又不是刚开始一个博物馆产生，你说这个授权金会少，这么久的故宫了，怎么预算会变出这样子的预算出来？真的很奇怪呢。你那个什么使用出版权，你就比去年的预算少了4300万呢、啊，对不对？为什么？来，等一下，钟嘉宾委员先讲完，对不对？所以这个故宫你不讲清楚，那我们预算可以给你过吗？我会照你的意见，我绝对不会接受你的意见呢。好，来，钟嘉宾委员。那我也是觉得院长哈，要把你的理念跟实务要讲得更清楚明了，因为长期以来啊，故宫拥有的文物资产，它在国际上，在不同的海峡两岸。大家定位上是有争议的啦。简单讲，以我的个人的国家认同来讲，我是觉得这个不是我台湾的文化资产，也不是中国的文化资产，这是世界的文化资产。但是今天故宫可以利用这些世界人类的文明资产，去获取很多的利益的同时，过去了，我说过去我们追究的是它许多变成员工消费合作社的盈余，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故宫在使用这些文化资产的商业利益的分配上。长期的不满，那现在呢？那个消费合作社问题把它解决了，但是呢，制裁的授权问题那是另外一个课题。那尤其是刚刚听到的是说，对岸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东西，他们强制的拿去使用，他们不认为台湾可以跟他追求制裁权，或者说一些未经许可使用的追溯，这个当然我也不能苟同啊，因为这个目前东西在我们手上，你要使用，你就要依照我们的规定。
至于要付多少费用可以谈，但是不能够不经过授权就使用。所以我个人的取向啊，是分两个方向，对于侵权的追溯一定要加强，那你要加强要去索取天价的赔偿我也认同。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院长的想法是说人类文明资产他在做商业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授权的权益金降低，让更多的比较年轻的没有很多资本的好可以从事文创的年轻人可以更顺利的取得，而不要让这些资产的授权的商业使用只有大公司只有资本够出的人可以使用，这个我也可以认同。但是你必须说清楚一个方法，你为什么希望能够把这些资产的一个活化商业的运用能够让更多没有很雄厚资金的人士可以使用。所以我是方向上是对于不法侵权要追溯要要求赔偿，但是要合法授权的部分，如果你不要求那么高的权益金收入，那么故宫你应该在其他方面用其他的合理的营收的收入方式把它补回来。我们觉得公共性的平衡考量我可以接受，但是院长你要讲清楚你的思维方式，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故宫放任我们这些制裁权被人家侵犯好像一点都不在乎，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部分了。来苏小慧委员。我也是觉得其实今天讨论从刚刚到现在这都是一个联动的状况，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对待我们故宫所拥有的器物以及衍生的智慧财产权，有侵权的要不要去抓嘛？好，然后如果是我有的东西我要怎么样运用以至于我可以有产生怎么样的产值收益。那刚刚院长有提到要开放的部分，其实我也有提啊，我等一下的主决议里面就有我的，我也是赞成要开放，可是是从免费提供学术研究及教育推广的部分，这个部分要大幅的开放，我的主决议就是这个意思啊。开放的话因为目前连这个非盈利的部分都还没有开放，那你这个部分又没有开放，然后又说要授权的部分我也不太去做，那我就搞不清楚整个故宫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每一个提案案子虽然很多然后有各种面向，可其实整体来讲就是故宫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可能这边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吧。好，那接下来李立芬委员。确实哈，因为真的每一个提案都息息相关，因为我的提案当中有提到说我们目前的授权就是不分学术或是商业的授权都在同一张表格，那当然我知道说学术这个部分可能钱少一点，可是对这些在做学术研究的人他有可能他一个研究可能要用十几张二十几张甚至百张，可是这个累积起来其实是很多的一个费用，那其实他们做这样的学术研究其实某一个部分也是在那个的成果也是回馈到我们故宫嘛，就是针对我们故宫的一个相关议题做研究哈，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个权利金这个部分，确实如果我们有去考量，我们怎样子把这样一个属于公共的这个部分开放出来的话，那对这个部分是不是论述再清楚了？然后我们可能在这个部分或许是应该增加，可是是不是要增加到多少？这个部分是可以来讨论的。好，来，我再给我们呐哈，再给故宫一个说明清楚的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委员报告了，就是说目前的话在学术上或者说文化上的一个自由，我们谈那个学术或文化自由部分，那国际上的一个趋势它走向就是越来越开放，让这些知识的话更有传播更快或者更广的那个可能性，所以的话反而的话就是说在权利金这一部分大家目前偏向于说这些是它是共有的，所以应该更开放。但是的话，这开放当中，当然每一个单位它还是有它存有的它一个优势在。比如说故宫，它把这些档案或者说这些资料开放的，那开放以后，更多人接触到、了解到这些文物或更知道这些知识的价值的时候，它可能的话更需要透过我们的话这一些文物它去授权，然后增加它更多的一个发展的可能，那也就是说有可能因为这样我们的话那个授权的部分它反而会更广，但是的话就以我们的开放的一个授权的话，一定它各国的话还是有它的一个范围，那范围当中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提到学术上教育上，假如说以博物馆它知识的一个传播来讲，
它就是尽可能让大家能去用，能去享用，然后不要收费用。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发展趋势。另外的话，就是说在要有关于商业营业方面，它你可能的话，因为开放部分或者有一些因为开放以后，它必须要更深入的去应用你这一些资料的时候，它当然的话也要付出，还是需要付出费用。那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未来一个趋势上了哈，我们的话就是说，在整个开放的态度会越来越开放。然后速度也会加快，但是的话，在于我们原有这个资产，我们自己的资产保护方面，或者说将来的一个应用开发方面，我们透过哪一些，或者说研究或者其他的一些，包括策展卖展览方面或各方面，怎么样去增加我们的财富，这个的话是另外一个可能开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至于说我们现有的那个版权授权，像图像的一个授权，目前的话一年都只有1000多万。那个1000多万，其实的话，我们假如说雇了那1000多万，但是的话没有让它更多的一个发展，那也有点可惜。所以的话，我们在思考说怎么开放那个它的一个宽度，或者说它的对象，用什么方法来开放会比较好。这一部分的我们那个授权办法最近会讨论，那讨论的话就会比较具体一点，哦，就是说哪些开放，那哪些的话我们的话是应该握有，然后这些资产能加以应用。那至于说该有的那个权利，我们当然会保护。所以的话，有关侵权的话，我们态度其实的话还是很明确。该去依法处理，该追溯的，该打击的，我们的话一定的话是依法来办理，来保护我们的一个权利。好，谢谢。院长哈，我刚刚听你的说明是有比较清楚一点的态度啊，但是哦，你看你们的预算说明哦，你们这个预算项下的权利金不是只有图像授权哦。没有，还有啊，还有，包括各界使用出版品、品牌授权、文物图像授权等等合计，所以我们的意思，共同的意思是说，在故宫所有的这些器具、文物、图像、品牌等等的授权的权利金是可以再增列的。对，品牌授权。那各位，对，2000万，啊，来，我征求各委的意见。我们现在各位委员的权利金的一个增列数哦，我再念一次哦，那个大部分都是增列5000万啊，那吴志扬委员是增列500万而已啊，他很客气哦。蒋乃馨委员是增列1,25,612,000啊哈，那我们是不是啊？我征求各位的意见了啊。院长刚刚是说3000万呐，好不好？增列3000万。好，增列3000万。不行了，不行了。我跟你讲，如果照刚刚院长那个说法的话，我真的我支持陈学生的意见了。陈学生，这笔税入全部删掉了了。让他全力推广，变成公共财好了嘛？大家开放，爱就是开放以后，像他就没有这个品牌权利，开玩笑，因为像那个品牌授权金的话，你今天是院长哎，更多的将来会有更多。你还讲这种乱？你不为你自己故宫的权利去把关去？你还讲说这是大家的一个趋势？那就变成公共财好了，大家开放不要钱。不是像这个，没有这道理，这我绝对反对。的时候将来的话，像品牌授权，它授权金才高啊，所以的话，像这一类的，我们的话更多认同故宫，然后更喜欢故宫，那当然双品牌的一个策略，那品牌授权我们收入就会更高，所以不会说因为这样受损了。来，我们会努力。黄委员，这当然是要处理的问题啦，要检讨改进啦，但是也不要说都删掉啊，让放纵故宫他们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想也不要意气用事了。不是，就照院长，不然就折中啦。乃公是1亿多嘛，吴志扬是500啊，我的是多少？不然照我的版本5000啦。5000啊，那为什么要照你的版本？
五千了，好了，那为什么？为什么照？好吧，我可以巧，可是我不能照他的版本的、啊。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好，那我跟你讲，那对不起啊，五千了，好不好？我们就遵照多数的委员呐、啊，5100万，好，5100万，对 ，OK， 好，那就照大家的意见了、啊、哈，增列5100万。折中了哈，折中的意见5100万的啊，那期勉我们故宫努力努力再努力了哈，加油加油再加油啊，达到100%的这个预算了，好不好？目标。来，接下来是第九、第十哦，陈学圣委员跟吴志扬委员等的提案，来，吴委员还是陈委员，陈昭伟，你要不要补充？要啊，就多给他一点责任嘛，他自己知道该做什么，对吧、啊？陈学圣委员是要求增列1/4了啊、哦，那吴志扬委员是要求增列50万，来吴委员来。那个虽然都是有增加了，但是我跟陈委员的比较不一样啊、哦，理由不太一样了哈、哦。我的是针对上次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他明明就是说有些地方是不能借的，但是他还是、偷偷摸摸借出去。那我觉得干脆光明正大，既然不会有什么影响，你就把这个当作一个收入嘛，哦、对不对？你那些你既然有些场地其实是可以借的。哦、那过去不知道为什么要弄得那么神秘、哦、那你就增加这个土地的收入，这样我是针对这个租金收入，就是某些场地的租借的收入。支持。好，来来，为什么106年的预算要比105年少呢？好，来故宫说明一下，少的原因在哪里嘛？少270。你们在这一个预算项下，租金收入是少的哦。对呀、啊。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哪里通通都是少的呢？没有这个道理啊！报告委员，南院处报告，那个租金的部分呢，有一个区块是南院的租金的收入，因为去年南院刚刚盖好的时候，那个嘉义县政府还没有去公告它的地价跟它的房屋税啊，所以我们当时在估那个租金的这个预算的估列的时候，是用这个建筑物的造价去估列的。那等到我们拿到了这个执照之后，那么嘉义县政府也公告了地价了，那么地价的这个公告限值以及这个那个房屋税的这个限值、课税的限值，我们也都知道了。所以在我们跟这个所有的厂商在租用契约时候的这个内容里边，其实是要根据我们行政院所颁定的国有公有基地出租租金计算的调整方案去计算，这里头包含了土地的租金，是用这个公告的限值去乘以使用的面积，再乘以5%。那在这个房屋的部分呢？房屋的部分是这个房屋税，不，它我就说租金分土地跟房屋嘛。房屋的部分的话，就是用那个房屋的课税的限值去乘以5%到10%之间。那我们都是取最高的那个10%去计算，所以在这个计算基准之下，自然没有办法跟当时以这个南院的整个建筑的造价去计算的那么样的高，所以它就自然的就往下降了。对不对？这个是针对南院租金部分的一个补充。来，这样的话，那你这个就是浮动的了，是不是？那你这个就是浮动的了。浮动，对，他会根据他的话是，依照国有财产的一个10%本来就是10%、啊、场地租金的一个办法。你这个是用商业的，本来就是10%啊，一般都是用10%啊。你用各地方政府也是10%啊。因为你住宅一般的话就是5%，住宅的话打6折就3%呢、啊。所以这个不要强调10%，本来就是10%。问一下好不好？那个来张亮，你那个有院区附设餐饮服务场地租金，那个租金的收入是浮动的，是公开标租的还是招商的？是用评选的吗？是 OT 出去的，评选的。南院的，对啊。评选呐、啊。对。委托经营有没有经过评选？公开评选有啊？有吗？他的话是依照那个你们怎么会去评选一个那个有一家那个牛肉面500块那个、啊？对，那个南院的话是依促餐法 OT 方式啊，所以的话是公开的吗？那个租金是固定10%吗？你如果固定10%的话，为什么他那个牛肉面要卖到1碗500啊？
那个标价我去看的时候，另外还会有权利金的，营业的未来的一个权利金、啊。那个非常不友善啊，很奇怪、啊，我还没吃过500块的牛肉面、欸。牛肉面有没有降价的啦？对啊，降价有各种。我再补充一下吗？委员，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哈，就是那个南苑的那个餐饮呢，它就是在 BOT 里边 OT 这个部分。那我们当时也是担心到说不知道它的营运的好坏，但是当时考虑的是说，博物馆一开门营业的时候，所有的对外的观众的服务的项目都应该要是完善的，所以当时就用 OT 的方式，但是也只有3年。那3年之后，我们也可以再考虑另外再另行招标，像台北这样哈，都是可以的。那除了说他要付这个场地的租金之外，在 BOT 里边，他所有 OT 的营业的这个营业额也会并到 BOT 所有的营运里面去，因此在这个部分，他的整个的营业额就会有一定趴数的权利金，这是在租金以外另外会计算进来的。那个部分就是编在我们的权利金的收入里面。那以上补充。还有其他委员吗？为什么那个租金的收入还会比105年度少呢？对啊，106怎么又编的比105年还少呢？66.7万啊，105还有135万呢。刚才那个我们王处长有提到，因为当时哈、南苑开幕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告地价，委托的嘛。委托的时候，当时我们是用建物的造价去计算他的那个租金，啊，所以的话，那个时期在南部的话，其实租金没有那么贵了，啊，但是的话，我们因为是用建物的造价去列了那个租金，啊，所以在105年度就产生说那个租金的话，其实收不了了。比租金收入到底院区的餐饮的租金收入就只有南苑而已吗？那这南苑是多少？那是66.7万，那南苑。这样子的话，剩下多少钱？它的话包含到其他的租金哦，包括像我们的卖店，这一些文创商品的卖店，还有像语音导览的那一些租借的场地。院长，照你这样子说，那你完全低估啊！那个牛肉面都可以卖到500块，然后它租金可能不到10万哦，啊，一年呢？这对吗？这个张六委员的质疑很有道理哦。连战吃一个便当500块，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像连战可以吃得起一碗500块的牛肉面哦？那结果去故宫南苑参观的人要去吃一碗500块的牛肉面，里面的话还有那个什么？我知道，我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卖到那个价格，可是他的租金收入，我当然知道还有权利金收入，可是他租金收入怎么会那么少呢？他66.7万是明年度收入，还包括北院，还包括你讲的那个文创商品的卖场的收入。对，那这个餐厅的收入不就几乎都不用钱了？对啊，只收权利金吗？对啊，这有道理啊。各位，我征求你们的同意，先让他们把这个都算清楚，给我们委员会的委员看。这个先冻结好不好？来，先保留。你先算清楚来给我们看哦，因为包括我有疑问啊哈啊，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有很多地方是用很便宜的租金出租的哦。那再加上，我之前讲到的哦，你们有一些场所、会议室都可以借给外面的人来牟利，那个 VIP 通道要不要租？要不要钱？对不对？你都还没跟我们讲清楚嘞，是不是？先算清楚给我们看好不好？这个先保留。等一下回来讨论啊，增加更多我也同意啊。等先保留，先下一个、啊，再回来讨论啊。有关那个租金收入的部分，拜托了哈，就是说北院跟南院，我们不管是 OT 也好 ，BOT 也好，它的租金收入都算出来给我们看，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算。好。他国有那个财产的话，他租的话有一定的那个没关系啦，院长，我们会把它算清楚。你现在就回去把本院呐、啊、哈跟南院呐、啊、哈，你们所有有出租的收宅项目，它的出租的一个坪数跟计算方式跟真正的总额的金额都算出来给我们看。那我们这个先保留再来讨论。那接下来呢，我们是第11案到15案。
来，我们一起讨论了。来，我们有黄国书委员、蒋乃馨委员、吴思耀委员、吴志扬委员等来。来，黄国书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文物艺术发展基金现在已经变8.8亿了哈，从这几年来算最高的。那我不晓得为什么缴库还是编的跟去年一样啊？你104年都已经缴库7500万了。104年，对，那105年缴库缴了5500万，那当时的现金的余额是6.8亿，那106年度已经达到了8.8亿了，那为什么还只编个5500万？为什么？这可能要说明嘛，你104年都已经有办法缴库7500万了，那我要特别提的就是说，我们的基金设置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政府补助嘛，哈，政府有钱进来嘛，那当然会有缴库的设计，哈。那我要了解，我们故宫南院的那一些文物的征集，是不是用这笔基金？是吗？是吗？好像不是哦，是用预备金哦。是用预备金哦，来就用预备金来支付哦。跟委员报告，文物的征集，原来在南院的筹建经费的总经费79.3亿里边有8.3亿就是文物征集的费用。那除此之外，其余的如果要文物征集的时候，就是回到基金，不管南院或北院所使用的购置文物的钱，都是由这个地方来的，就是由基金里面的钱来的。那你明年打算用多少钱去做文物征集啊？跟委员报告。文物的征集可遇不可求，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目标，可是要看对方卖不卖，或者是有一些时候对方想要卖给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看那一些是不是跟我们的典藏方向相符，我们值得买，所以这个评估的作业是非常严谨的。好，你这样讲我了解，但问题是说这几年来文物征集其实都没有用到这个基金了。有吗？有，是有吗？有。我这一部分跟我们报告，我们最近其实的话有检讨了，就是说每一年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说该缴回国库多一点，就多缴。所以的话，明年度的话，我们的话也会提高缴回，那也会去检讨以前应该提高了，累积的啦，哈，就累积的那一些的话，假如说行政院整个对基金的一个应用方面，他检讨的时候，我们该缴会缴，但是的话，目前因为也有一笔文物的话，就是说它是制品，所以的话，目前的话已经进到快你们还有钱啊，问题是一个阶段。没关系，你那个还有钱了。是啊，就是从账面上来看哈，这不合常理了。你105年的预算6.8亿，那你那个时候就已经结缴了5500万了，那今年已经8.8亿了，还是结缴这样的金额。所以的话，我们有检讨。我觉得这可能要增加了，来可能要增加了。何新存、招委他更凶狠哦，我告诉你，他要你增加2亿耶。对。我比较客气啊，我是1.5亿啊，待会跑到蒋公，我就不晓得他要提多少了。来，我们接下来吴思耀委员。好，我的案子是1.5亿。来，吴思耀委员。2000万。其实同样的事情，我们都认为应该就是要增加结缴，就是要付。我个人的提案很 humble， 我只是要求你们自我比较到你们104年度的那个结缴国库数。而且刚刚讲到文物收购，其实我也非常不明白。我看你们那个文物艺术发展基金里头，你们都为什么林院长接任以后，什么都在斗退撸呢？本年度编列文物收购的预算只有9800万。比上年度的3亿多也少了2.15亿，连你要去收购你，而且我们当我们有南院有雄心壮志，包括本席质询，我们要勇敢的去向这些南向国家搭配新南向政策，收购很多跟华文世界相关的这些文物的时候，结果我看到我真要吐血，要昏倒，要撞墙。你连收购要给你这样子的预算，你自己收购的雄心壮志萎缩了多少？当初你编去年你少了2.1亿，我就觉得非常的过分。那你要么你就把钱缴国库，那要么留着用，你就勇敢的去收购你的文物，增加典藏。
就完全反其道而行哎，为什么林院长会给你封一个封号叫斗退撸院长了？刚刚好几个误论那个案子你都斗退撸啊，所以你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你的文那个收购预算也是减列这么多，然后本席的这个提案是要求你恢复104年度街角国库数，谢谢。好，我先让吴志扬委员说完，然后陈学圣委员接下来你们回答。好，本席一样是提众多案子里面争最少的哈，但是我的理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104年度哈，我们的预算跟决算就是7500万啊，那是目前编的哈，最高的一次。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往下降回去，而且我们看101年、02年、03年、04年，我们的预算都有达到，甚至决算还有比预算多的啊。那我加2000万的结果呢？你今年的大概的现金的余额也会到8亿6000多，也是剩余的金额也是历年还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造成什么困扰哈。那当然，如果同仁认为还要再更高，我也赞成。至于你说那个艺术那个采购的部分，我印象中就是院长你还没有上任的时候，第一次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做了一个决议，是不是有一些不知道是。不知道是忘记是瓷器还是丝织品还是纺织品，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因为那时候南院的定位不是在展示那个啊，好像是丝织品，所以那一笔就好大笔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子，你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在采购上面啊，所以我觉得建议增列两，就是多缴2000，现在政府很苦啦，政府非常非常苦啦哈，所以有钱不要一直放在那个基金，放在那边生蚊子啊。好，来陈学圣委员。我本来是后面才要提，但是因为大家都提到那个故宫南院的定位哦，那我就把我这次审故宫南院预算的我的主要的思维就提告出来，就说，因为这次那个12兽首被斩首事件之后，那我就彻底希望故宫南院回到原始设计的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的定位，那回到你当时不管是佛像艺术啦、茶艺啦、丝制品。那我有一个简单的讲法，因为怕被统战，所以故宫本院所有的有关中国的文物以后严格禁止到故宫南院展出，哦，你听懂吗？就完全强化故宫南院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当时设置的用意，不然假的赝品都会被当成统战的，那真的东西去了不会被统战。所以我这次的思维，我跟院长讲这事情，我一定会跟你很好的、很仔细的去谈故宫南院的未来的定位，所以我支持哦，把这个艺术基金哦，尽量多去收购跟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当时故宫南院的定位，要去收藏，要多少钱我都支持，因为它走出自己的风格，不要再去跟故宫本院挂在一起，这样会不伦不类，好不好？说完了，讲完了。陈昭伟，尊重你，但是我们现在在讲要怎么回归。对了，所以我就讲说，缴多少钱回国库啦？不是，我现在讲就是说，所以他在收购，那个，的是另外一回事啦。因为刚刚吴思瑶委员都有提到嘛，要往南向走，要去收购。那我说我全力支持当时故宫南院设计的，对啦，原始目标就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嘛。所以这收购的部分，我会全力支持了，好不好？先支持预算的处理啦，好不好？参考就好了，参考跟尊重啦，参考跟尊重啦，哈，可以啦。对了，来蒋委员，谢谢。我请问一下哈，我们现在要剩下那么多钱要做什么？对啊，他也不，你那个基金剩余的那么多钱要做什么？哦，那你们说明啊。来，故宫说明刚刚很多委员的问题。那个委员，那个我是故宫主祭室的主任，我叫徐廷珍哈。这个刚才针对委员的说明的部分，就说故宫文物发展基金从90年度成立到现在，用基金的剩余去收购文物，到目前也就11亿了。那今年编了3.13亿的预算要收购文物，明年是编9800万。那为什么少这么多？我要先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们基金编的预算的时候，都要先有所谓的采购标的，你才有办法去编这个预算。可是基金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在执行过程当中，如果说像在106年，我收购文物的部分认为有这个标的，我可以超预算，我可以先去做收购，再做补办预算。收支并决算。哎，对，收支并决算啊。所以说，因为我们当为什么那个106年度编9800，是因为我一定要目标，我才要办法编。好，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那第二点就是说，针对委员刚才讲说，我们目前基金
这个现金有剩下八亿多，其实这八亿多里面，如果扣掉我们外界捐赠的款项，还有预计结缴国库的金额，还有收购文物留存的基金，这些已指定用途的款项，实际上可以留存基金可以运用的现金呐、大概就有三亿余元。好、那这三亿元就是作为我们基金相关的成本费用的支出。好、因为我们一年的营业额大概有将近八亿多，那我们必须有一些成本费用留存基金来做一个运用。那刚才扣掉那些是已经指定用途，我们是不能用的。那另外第三点的部分就是说，有关基金缴库的部分啊，我们当初的缴库数都是行政核定，就是按照5500万来缴。那104年那个当初有缴到7500万，就是因为立法院的决议有增加缴库数，我们也按照这个缴库数来做一个增加了。那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近三年度的这个决算超预算剩余的部分，其实都有增加，所以若委员要增加大概2000或2500，其实我们应该都可以接受。都可以接受哈，啊，来蒋委员。所以你今天剩余的那么多钱，就表示你没有去用嘛？你没有去用。依照作业基金规定来讲的话，是同样要缴库啊，对不对？你这个是作业基金嘛，对不对？所以应该要缴库嘛。只是因为行政院说是你可以不必缴库，所以你才不去缴库啊。那你不去缴库，就把钱摆在那个地方，那利息来讲有多少钱？一年会有多少钱利息啊？根本就没什么利息啊。对，没什么。所以这个基金你要么就要用。无意识，对不对？你不用，又不缴库，摆在那个基金里面。你说虽然说你将来可能会并决算追加预算并决算办理，可是你有在做吗？你有买吗？你买了多少？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年底到最后你还那个累积盈余还这么多，累积剩余还这么多？你的现金还一直在增加。对啊。对不对？所以数字跟你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对，你要回答焦委员，因为我们很多委员的共同疑问都在这里啊。不是那个余额，这是账面上的那个8.8亿是，那刚才跟委员报告，对，实质上我们可以用的部分大概就剩3.6亿，因为里面的这8.8亿里面有一些东西。3.6亿嘛，对啊，对，你从101年的2000多万变成102年的3900多万嘛。到103年的1亿7000多万嘛，到104年的3亿6000万嘛，是，对不对？105年现在还没有决算，还没有不知道多少钱嘛。那个跟我们，那你现在106年你还是3亿多嘛？还变成预算还是3亿多嘛？就表示你钱摆那边不去用嘛？不去用的话，为什么不缴库？问题在这里呀、啊。这个三亿多是因为，如果你要用，你办并决算办理，我可以啊。可是你没有去用啊，问题在这里，没有用又不缴库。摆在你那边干什么？目的在这里耶。所以主计长，你要讲清楚你的安全存量要多少？至少要三亿六这个部分。但是我们都认为，对，那你三亿多这个讲清楚，你要个安全的存量在那里嘛？是。然后呢，我们其实大家都不同意你今年去少花，你的预计要少花。你刚刚虽然说预算并决算，但是。还是要你要正面的讲一下，你要勇敢的在今年去增加收购跟典藏的这部分，要对要用力去花买值得买的文物，你要讲清楚这一块。对，用力花是来征集文物是谁要负责的？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安全存量要三亿多？那个鲍委，因为我们目前106年度的这个营业额大概已经变了8亿多，那八亿多里面，我的这个成本跟这个相关的费用，其实一年要将近5亿。那因为我们要灵活，这个要去周转的时候，大概也需要当将近3亿的部分，因为我们要产制这些存货，也要有这些支出啊。现金流量的周转，现金流量部分要大概周转金要3亿多啦。是，你讲来来去去的，但咪你等来就对啦。你一年花多少钱？一年哦，5亿多，我们的那个支出一年花多少钱？5亿多，一年的包括成本跟那个5亿多存量就要摆3亿多，你的财务怎么学的？对啊，还有包括采购，你的财务怎么学的？财务运用是这样子做的吗？是，来，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哦。除了刚刚你回答蒋委员的说所谓的周转金哈、哦、要3亿多、哦，那刚刚吴思雅委员在问的那个你们文物征集的一个现金该具备有的流量是多少？你们预计那文物征集是谁在做？
因为吴委员认为说9000多万是低估嘛，哈，太少了。就诚如刚刚，对我们是有提出标的，然后才开始进行我们的征集的，征集的从预审、初审到复审。是标的啊，是保护标的啊，是有，对对，我可以问一下，你刚刚好像有提到说去年还是前年有去采购的标的，采购了多少钱？好像上前一次的采购是3.13亿嘛，对不对？那有标的才可以编预算，所以今年已经确定有标的的是9000多万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需要建一个安全库，有个3亿的，这万一可遇不可求的标的，突然在今年出现了，那你就可以像去年那样子的量，大概有3亿多嘛。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嘛，这样这么简单的事情讲不清楚。我们大家都觉得同不同意是一回事，但是就是这个样嘛，讲不出来，对不对？你正常的，你买9000多万，就怕哪一天突然出现一个3亿多的，所以我要存一个3亿多。有天底下有这种事啊？是哪一天？抱歉，我插话一下。不可预期的东西，超乎正常的东西，我要存一个笔这么大的钱呢、啊？应该是说，平常的采购会到2-3亿是合理的。你这个会计主任要换人了，我跟你讲，财务操作没有这种操作法的。奶公，如果真的发生到这种状况的话，你故宫会找不到钱去处理吗？如果你真的要买东西的话，你会找不到钱处理吗？就是有基金啊，对不对？啊，不要唬我了，找人捐，我又不是第一天审预算，我又不是第一天审预算。秦奶公，我哪里有正常的？只要花9000，然后准备的花6亿、3亿多。我跟你报告，说明一下，你这个根本就有问题嘛。奶公拍谁？我替他翻译一下。其实是因为今年他编9800，确实是今年他的标的，这也是我刚问了我才知道，他的标的之前没有积极去寻找，所以目前是最少要花9800去买已经物色好的文物。但是过去往年大概都2亿多、3亿是他每年都是传没去买，所以不是说平常只有9800，然后他放3亿在那里。我这样翻译，所以要追究责任嘛。所以为什么编预算是不好好编、啊？但是今年要追究的是他今年为什么标的物的寻找这么的不积极，应该是这样。对啊，要追究责任啊。那追究责任以后，如果你先追究责任，我再同意你要。可能今年没有比较好的货啦，啊、对不对？好，哪有机会？来，没有这种道理。今天故宫又不是一天了，故宫几十年下来。我来讲一个笑话了，还会阿拉斯加某小镇哦，有一次发生火灾啦，事后警方调查结果呢是消防栓冻结了啦，所以阿拉斯加的那个小镇的正义会决议啊，以后火灾前3天呐、啊、要去检查消防栓有没有冻结啦，火灾前3天要去检查消防栓有没有冻结啦。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火灾？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有东西可以买？明年度目前有一件是9800万，确定可以买。往年经常性的收购预算都发生在2-3亿之谱，所以你维持2-3亿的水准，我可以接受。但是至于说未来实际购买的情况回报，不要再要求火灾前3天检查消防水管。那就通通不要缴库嘛，通通保留在你那边就好了嘛。不行了，不行，来，陈学生委员，陈学生委员，哪有这种道理的呢？陈学生委员来。这个领域我跟黄国书委员比较熟了，这个中央兵行动这是不对的，那火灾不会自己找上门来，但是你谷物兜售，人家是巴不得找你买。我觉得你讲这句话用中央兵委员这个来，间接辱骂委员，我觉得是不对的。没有啦，他没有啦，没有啦。他本来就是哦、啊。没有啦。为什么干嘛？你干嘛呢？陈学生委员，他没有辱骂你，你真的不是过度解释了啦。这本来就是，这是两个。我没有，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没有啦，陈学胜，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比喻。陈学胜、张伟，陈学胜、张伟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但是他刚刚没有一个字是辱骂啦，所以你的解读过度了啦。不是刚刚讲那句话，他没有讲。不是刚刚那句话是讽刺，听得懂的人都是讽刺。中央秘委员，性骚扰不是因为你讲了没有事，是要当事人有感觉。我再讲一次。哎，我刚感觉到我被讽刺到，是，我觉得被讽刺到。来，主席在这里宣布休息10分钟。好了，休息。我希望啊，同仁不要用这种方式互相讲话，是人家嘛，不要用讽刺的，好不好？这不是笑话，各自尊重表达，这不是笑话，对不对？不管你什么表达方式，你不要讽刺就对了。真的是讽刺吗？听得懂就知道了嘛，这样。我们又不是小孩子，又不是傻子。休息。只有你知道，别人不知道。
十分钟。这哪是幽默？跟这样子讲话嘛，大家同仁嘛，平常不是做很好的吗？为什么省预算的时候叫我们过到这种程度？他们说。太过火了。我们以前当时政党的时候，新仪知道啊，金纯知道啊，他讲那么多话，我们也没想讽刺过他，从来没有过啊。不能这样，他没有，他没有。去年他讲2000万，我今年再提高个1500，讲3500可以吧？讽刺人家不懂。3000跟3500对你们来讲什么差别？我本来还想讲4000呢。什么3000？有时候我知道，就2000。你是用现场的两千，听不懂？2000或2000。一直想帮助你们解他的，你要不要喝个咖啡？啊？不是啊，我刚刚把姓陈就讲了，吴志阳，吴志阳，我直接讲，你说我是讲成吴志阳，这是谁？是谁？我唱吧，姓陈，四爻招，四爻招我。快了，我请坐啊，当然，你要去吃。都是那个政策政策，然后漏接十分之一，然后叫我们沟通的时候，不知道是委员讲错，到我这里来。他赵龙给他弄的一样，他这样子给你还心里是啊？导师，导师跟我们这边的领导，就我们这边。我去把旧的案子调出来了，你们处长跟那个郊外完全不算数。果然花，就叫果然花。对啊，表定就到5:30嘛，就到5:30。可能还不错。谢谢啦，不花等。本来陈学圣嘛，公案不对啦，脑路坏也没有用。好了吧。啊，5:30。对，因为我们今天表定到5:30，啊，没审完的，下次再另外排时间再审。不好意思Thank you.
找不该要去找原因、啊。只看到结果不知道原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结果是有个趣味。我们那个时候报告，三月份送的那个书面报告，不应该是那样子的一个报告内容吗？对不对？现在刚刚委员在质疑是你们的书面报告的书面的那个内容，竟然都是跟去年前年一模一样，几年都不一样，八九不离十啦。对吗？你总结的一直是你说我们过去的一个总结的部分，你们就是要来找这个委员会我们团队。那还有你要审预算的，我也就找台给你们，你们要找这个委员要去说明一下，然后再加上会的我想我们去问大家，我们这个委员会有一个结论。南北是不是？这个是没有分南北的，没有分南北。对，啊，这个给我们的，给我们的这个现在补充的资料，这是南院，这是南院的，这是南院的。预算书上是没有。南院、北院全部。刚刚有特别去讲到，因为南部那个地价比较便宜，中央他去年八月都掉，他去年八月把他地方都卖了，都在地方都做，这就是新旧的。他说弄到现在，对，再弄到地下三年，那个脚底就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脚底重，应该以那个为主，应该去。今天这些人在那个，他们就很现实，很享受啊。这个标准，谢谢，我最喜欢这句话。所以我跟你讲，是显性的。全世界里面的人其实都很好，很今天很有都会的。是因为在讲过我来了，那你要在家。
昨天在路边摊买的。老饼干，老饼干，给小饼干，好了好了好了，气死我了，你知道吗？没了，没什么才吃的，真的啦，真的没什么才吃的。好，报告各位委员，我们现在继续开会，继续审预算哦。那刚刚的第十一到十五案哦，我们各个委员讨论了很多了哈、哦。我是不是来做个建议，然后各位委员同不同意哦？那有关这个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这个非营业特种基金的一个剩余缴库的部分哈、哦，我是不是建议来增列3000万？好。大家意下如何？好，好，如果没有意见，那我们第十一案到第十五案就要求故宫增列3000万元整。OK。好，接下来是16到18案，其他收入、其他杂项收入的部分哦。那我本席是要求增列150万，那有黄国书委员及吴思瑶委员等哦提案哦。那我们思瑶要先还是国书来啊？国。好，我增列的很少，才增列20嘛。其实主要就是你们那个出版品啦，那之前国书大哥也咨询过，我也关心过，我们出版品的库存那么多，那库存出估那个市价可能超过近亿吧。那你们就是既然出版，我们对自己的出版有信心，希望能够推广给更多的乐听者来故宫参访的人，所以你这个印制，当然我要求是你的印制销售的策略必须做调整，好，不是印来放仓库。那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正面的要求你们在实际的这个贩售上多加一点行销的用心，所以我是小小的增加一下，增列这个出版品的刊物收入原列是多少，110嘛，我才增加20万，好不好？20万而已，其实对你们很拍水，其实你们可以卖的更多。好，请大家可以支持，谢谢。来，黄国书委员有没有说明？好，我这很少了，才10万了。最主要是那个学人宿舍哈、哦，其实学人宿舍没有好好利用了，可惜啊，你就放着嘛，那快要变闲置空间了，对不对？所以、增加10万，让你们去好好思考如何去处理那个学人宿舍了哈、哦，那个清洁费的收入哈、哦，好，就这样子，很简单哈。哦，那我本席也有提案哈、哦，因为呢，在那个研习活动的报名费，好像你们也在列在这个收入里面哦。那我再一次的提起哦，你们有很多的场所的一个研习活动啊哈、哦，是需要再检讨是不是合理的收费了哦。那还有呢，过去很多人说近几年来我们这个研习费用啦非常高。然后甚至在那个文创的相关的研习费用也偏高，所以我只是提这个案子，希望你们能够合理的检讨。那加上很多库存的这个存书哈、哦，是不是应该要再检讨调整？包括黄国书也有咨询过哦，阿哥还旧的部分啊，对吧？哈，告诉哎，对。酒现在还有1000多瓶还卖不出去呢，怎么办？要不要打折来促销？有在，有的有6万多的，有2万多、3万多的，卖那么贵，啊，现在销售点了、哦，我那个我看很难的，6万多块谁会买？没关系，国书委员、啊，我们给他压力，让他们增加那个，好啊，赶快促销，所以我建议增列100万，好不好？再想想，好啊，好啊，那没问题啊，我没了，对不对？好，没关系了，我这个。好，我的这个部分哈、哦，学人宿舍那个真的要你们要去思考了哈、哦。我的资料是，去年哦，申请案件的次数只有4次哎，一年呐、啊，总共使用的天数才86天呢，太少了，多半的时间都没有用。就是你们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这个空间如何活化再利用，所以才给你们一个10万块钱，你们去思考。太客气了。啊、我就后来我就做 Kiki 了。一百啦。所以八零无问题啦。来来，我就南南的嘛，我爱20，你爱10万，你爱100五，吼，安尼变100。嘿啦，就折中，增列100万，好不好？就是这个其他收入、其他杂项收入这个预算向下增列100万。原整哈，好，我们到这个部分都是税入嘛哈啊，但是呢，我们之前税入的部分还有，第九案跟第十案保留的部分，各位委员要不要先处理？我觉得还是说明一下，不是你这么快就
可以把它列出来吗？你当初条列的还蛮多，还蛮多资料的。我现在给他机会啊，看他能不能条列出来。我觉得是不是继续啊？你还要时间吗？因为现在只南燕北燕。哦，好，那我再继续给你时间来。那两岸还是保留。来，我们现在进入税出的部分。是总体第十九号到二十八，请保留。方向科目要三个。我们税出的部分哦，在第二款第六项总 total 是从第十九案到第二十八案。那征求各位委员同意是要一起讨论，还是一样一样？一起好了，一起一起好不好？一起就是在第二款第六项的这整个部分。我因为看上面有一些东西是很过分的，所以。别紧啦，别紧啦，不，叫这提案啦，你们提案这样子安排。我们税出的部分第十九案到第二十八案哦，那我们先请提案委员说明好了。是，我想我的这个部分呢、哦，还是承袭过去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像这个故宫所提出来的临时人力、承揽人力，就是我们号称的非典型人力。你看到、哦、它非典型人力已经432个人，已经达到预算原额的83.56。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有欠合理了，而且我最主要原因是我讲了这么多，其实大家稍微看一下、哦、其实我就是要觉得应该要提供一个人力的配置，否则呢，我们在这个劳动权益的保障上面、哦、还有这个大家的观感上面，我还是觉得我们政府带动在做这个非典型人力，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了。所以我在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所要强调的部分是故宫每一年都会提出，但是我们委员还是每一年也还是要提出了。但这个没有彻底解决部分里面，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做一些冻结跟做一些删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这个部分，好，来陈学生委员。对于这一个案子哦，我是个人是两难啊，因为故宫确实需要这些人力，但是故宫又在压榨这些人力，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人根本就是精通多国语言的人才，可是一个月才领20000出头，再扣掉健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但是我们长期就希望故宫能够常态化，不要再继续用这些派遣工然后压榨人家，所以你都没有提出一个对策，今年又这样编过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砍他们，因为这些很多人也需要这份工作，而且故宫也需要这批人力，但你故宫都没有对策。去年我们已经在谈这个议题，那当时民进党的委员都强力要求要删，但我们保下来。但今年你还是没有对策，这是我第一个对故宫，你有没有对策？长远怎么来对待这些优秀人才？那第二个，你们大陆的那旅费，我是主张全部删除或冻结嘛，反正你们也去不了，你们也不想去，所以干脆全部删掉，好不好？就这两个意见，谢谢。好，那其他委员。来，蒋乃馨委员。这个故宫院长，你应该要想一想，怎么来处理这一块了。怎么来解决了？如果你真的需要人，你们把原额编制，你要去调整的、啊。那原额不调整，需求不能解决，然后就专门用这种临时的或非典的，对不对？这个怎么处理呢？你不能年年就是这样下去啊！真的就像学生一样的，我们砍了以后他就失业了，对不对？然后呢，你故宫的人手又不够了，到底要怎么处理？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所以我说实在的，我们去年前年审预算的时候都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对啊，那我们当时也就叫故宫你要去做检讨，然后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可是一到现在院长也换人了，新的院长上来了，好像还是照旧而已，到底怎么办？好不好？给我们说明一下。好，蒋委员。那苏巧慧委员，我自己的提案的话是这个第二十八这边哈，是关于派员出国计划考察这边哦。那我这边的结论，我是主张冻结120万呐、啊。为什么这样呢？其实我也是觉得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哦。因为我呢，在调查这个资料，看到我们这个派员出国计划，它原来的预算是218万多。那看看105年。这个派员出国计划呢，总共是12项，可是到9月底完成的3项哦，这12项里面一共只有完成3项，到9月的时候一共只完成了3项，可是有另外的18项已经执行的，是根本不在预算书里面的，所以有计划的没有被执行，那执行的又不在计划当中，那。我不晓得我看到的资料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如果是的话，那这不是很荒谬吗？那所以我是觉得应该
其实我真的很客气啦，我是写说见冻结啊，那冻结120万是一个态度，等到提出书面报告后时的动之啦，这是我的案子。好，那个李立芬委员跟柯志恩委员，谢谢。我提的部分也是那个大陆地区旅费跟国外旅费哈，因为我们看到就是105年它就相较104年是增加了一倍嘛，那讲法是说因为南院好，所以增加了出差这样出国的一个旅费，可是其实我们仔细去看，它并不是每一个会议都是南院北院都同时有派人哈，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也是刚刚跟那个苏委员讲的一样，就是说往往编了之后都有写说要去参加什么会议，去哪个地方考察，可是实际上都变化非常大，那这样子其实让我们立法院很难去做监督哈，所以我在这部分我更客气，我就动50万哈，然后只是希望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现在觉得我们都太客气，对，是不是可以在3月哈，就是3月的时候提出整明年度，应该你3月应该一定要确定你今年到底要去哪些国家考察，或是参加哪些国际会议了，嘿，就是能够在3月提出一个确实的，整个国外的一个考察的一个资料出来，然后送书面到委员会这样子，然后才解除冻结。好，来柯志恩委员。因为有关出国考察这部分，我们3位委员其实可以一并来做考虑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你们这边有规定说，除非必要，3年之内没有相同无相同考察的计划。可是你们在这个里面，你们却有就前3年内有一同拜会的各有2件哦。而且哈，你们南北院是不是可以都是不是可以一起去啊？然后呢，还有就包括你们这个为了要推展新南向啊，四要最在乎的新南向，可是他们考察通常都是在欧美地区啦，所以这个部分，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这个部分我们3个里面简单一点，大家一起共同来做一个讨论，看出一个部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啦，对不对？而且这个部分你们真的是可以做一些整合，真的很多地方不用说南北各派一个一起来啦，然后3年之内也可以不要重复啦，这个部分把它删一下，我个人认为说真的是简列差不多80万。其余冻结，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才来解冻了。好，来吴思瑶委员。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我希望能够看到故宫对于未来新的年度的出国，不管你是国际会议，或者是出版品交流，或者是去谈策展，互相的文物介入或借出的这个出国的旅费，有一个全新的规划。因为回应包括本席每次质询的，不要都只重欧美，然后重东北亚，好，或者是全部往中国跑，我们要能够当然配合新南向。所以我是认为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提案，但是我有联署了几位委员，我是觉得是可以先，我个人主张是先冻结看多少的数额，那等你们拿出一个完整的书面全新的擘画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解冻的问题，好吧？基本上我个人是不反对你们出去交流，本来故宫就是台湾的公众外交最好的宝贝，最好的武器，要多走出去，但是走多远，走多广，走的方向是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会关切的，所以我认为是用冻结的方式是请他们提出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之。好，来那个，我觉得我们其实看起来大家的意见都一致啦，就是现在的计划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有新的气象啊。而且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出国真的是，其实做研究人员出去考察，这个费用其实是需要宽列才有办法做好这个研究。你连机票钱有时候都不够的话，这真的是到底这是什么出国考察？所以我们都主张应该要有这个费用，可是看不到新气象。那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就是比较不一样的计划嘛，然后包括连去的地方都不一样，所以我赞成了刚刚就是说先动100万啊，对不对？不是减吗？要减啦，减啦，不是，没有，我刚刚这样思瑶和那个柯委员的态度又不一样哦，好不好？我个人还是先，我觉得是要冻结，但是我觉得这个经费上面，我个人还是觉得应该可以减列80万，80万而已，各位，我们替国家省一下钱呐、啊。我这样建议了，柯委员听一下好不好？因为有关这个旅费啊，哈，就是说业务费里面国内旅费啦，或是大陆地区的旅费以及国外的旅费，总共是像我的提案是1027万8000元整哦，我是提案减列100万的哦。那刚刚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个意见，那是不是就遵照柯政委员的意见了、哦，减列80？那有没有冻结数？说明一
我就觉得我们往下走，这很少了。院长，你还要再说？不是啊，因为这个钱。来来，黄国书委员，来，您建议。到底这个要删减的额度多少？我尊重主席了哈，但是我还是要了解一些事情哈。为什么我们这个赴大陆地区跟赴国外地区的出国考察哈，为什么到决算的时候都会每一个都是计划变更？为什么？为什么？好，我们大陆我们的计划，你看了我这里104年度的要去陕西、甘肃、北京、贵州、上海、江苏、浙江，所有的计划全部变更。那国外的部分呢、啊？欧洲都去了，意大利、荷兰、法国、哦、南非、美国、日本、印度、哦、有意大利、哦、每个案子计划都变更。我不了解哈，就是我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其实是有年度计划的哈。当时就设想 ，OK， 就是因为这个计划，所以我们要编列这个预算啊。但问题是到决算的时候，完全都没有按照当时的出国考察计划，每一个计划都是变更的。那现在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到底应该删减多少才合理？或者这个预算都不要删，都给你们也可以。但是你告诉我们，会不会再变更？为什么会变更呢？计划赶不上变化是这个样子吗？这个就不符合我们预算法。对啊，这个在预算法这些 是要有讨论的空间呢。抱歉，因为出国理会当中他、要报一个计划，那年度前的一个报告，那个报那个计划报上去以后，那行政院核下来，那核下来。这当中他给的所谓你包括你变更到所谓我们讲的时间、啊、日期然后额度这一些的话全部都列为、啊、不然你也一两个一样的没有一个一样的、啊、哇这专业像我有一个案例的话、啊、真的没有一个他因为班机的班次关系一半而已、哦、就没办法、那个、没有办法就嗯这给你们那个啦，哈、哦，这个目前的话就是说出国的话有三大类了，一个的话就参加国际那个啊、对了对了一个会议，第二种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策展，那必须要去征集文物，然后会去做研究。第三种的话就出国去啊、比如说押解文物去参加，好了，参加展览，好了，大致上是这三类。啊，那个的话有时候真的。必须要看他借展到底是哪边借，那有一些的话，我们的话收集的话研究的，所以照你这样讲，其实也不用写那么多出国的计划，不你就写一个就好了。那个书画处的话，那个因为没有一个计划是符合的嘛。报告委员，以去年为例。我们办了一个神笔丹青郎世宁来华300年特展、嗯，当初是计划跟北京故宫借。器物类跟书画类的文物、嗯、所以我们编列了6人次、嗯、哼那但是跟北京故宫协商的结果最后只借了书画类所以我们把出国的人员减列为3位、哦、剩余的经费呢我们是拿去支援本院办理贵州的好好你这样我理解所以计划一定会变更了就对了啦难免会遇到不是难免啦那按照这样讲就是一定就会变更嘛是那所以哈，没关系，我这给你们、知道，事实上在预算程序上，这个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啦，啊、哦，这给你们建议。那再来哈、哦，这个临时人员哈、哦，那临时人员也按照故宫这样的运作的模式，它不可能没有临时人员，于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在预算面，它跑出几个问题了哈、哦，我这里看到人数都一样哦，哈、哦，今年跟你们明年的人数都一样，那为什么预算会不一样呢？然后各个类别、哦、比如说我举例啦今年105年一般行政用6个明年你们减少了1个变5个可是预算一样。然后105年你们的文物登录的这个项目的人数10个明年增加了11个那预算反而减少。是什么道理呢还是不需要说明哈说明一下。就是说你人数各个项目 人数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可是预算一样那有一些人数一样的可是预算就不一样那你总偷偷来看人数一样的可是整个预算是不一样的好这个你们可能说明一下了向委员报告那个我们临时人员人数是确实是没有增加那警卫也多编了101000元
那主要是去年基本工资有调整，去年调了就是时薪120块，然后基本工资月薪是28000，那你这样子，那你文路登录啊，你文路登录这个人明明增加了，可是预算为什么会减少？因为我们临时人他的按学历分六级，错，问题就在这里嘛，所以你们的那个派遣的人力用了比较便宜的啦，要这样说了。是不是参考科技部？好了，按学历分六级。我要知道这个原因。那个跟委员报告，我是主计室主任哈。那委员刚刚问到那个文物登录的那个部分哈，那105年10人，那106年11人，可是那个金额为什么在稍降？因为我们那个聘用临时人员的部分呢、啊，它有分所谓的你新进人员，它是比较低阶的。可是如果说他年资累积的话，他就会增加薪水，嘿。好、那因为我们有时候聘用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说他有重新聘用，所以说人数可能会一样，或是说增加，可是因为他的那个聘用的这一个薪水是会不太一样的。好，来，那吴志扬委员跟李立芬委员。好，主席，我在这部分是没有提案，但是因为大家都有讲到旅费的部分啊、哦，所以我在想说，因为我在后面有三个跟旅费有关系的，不知道会怎么样互动啊、哦。基本上就是，55、60跟68三个，我知道，但是联动的啦，因为这我讲的是就是赴大陆地区的旅费部分啊，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故宫上上下下、啊、都没有很认真的依照你们自己的规定，啊做一些申请许可啊，所以你们这个管理是很松散的，没有落实这个赴大陆的相关进出的许可。那之前你们前院长更发生了自己就大家质疑的自己修改赴大陆的规定、哦、所以我那三个案子是直接就是虽然金额都不多，但是我们觉得你们必须要提出你们具体的改善的书面报告。我说冻结各1/2，但是我不想你这边处理到那边会怎么处理哈，那我先说明一下哈。好，那我先说明了哈，我们这个第19案到第28案呢、啊、是那个预算科目里面的大项哦，那所以这里的处理的原则会先暂时先就我们讨论出来的处理来做保留。那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细项，哦，会联动到后面的细项的讨论。那后面细项的讨论如果跟我们这一个大项的一个这个预算是有相关或联动的话，那我们最后的决议会把他们并案宣布，好不好？所以，我征求各位委员同意哦，是不是这个19、20、21有关这个临时人员的部分哦，大家会做什么建议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在于22到28有关旅费的部分，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刚刚柯志恩委员有做一个旅费上的一个建议哦，他是有简列的部分，那苏巧慧委员是有提冻结数的部分。来，吴思雅委员，麦克风。因为在后面有出国费用，我个人的态度都很一致，就是对于出国，我不管过去在议会，现在在中央，我都鼓励我们的公务机关多出国交流。所以我对于这个出国的预算，我的态度数十年也如一日，我认为我是尽可能不去减它，但是要看你们的出国计划确实是符合国家政策，符合故宫的发展，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我是觉得用冻结的方式来处理。那是不是像我有联署苏巧慧委员的这个提案，看是冻结100或120，让他们提出书面报告之后我们再来处理，因为后续在处理冻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具体看到他的改善方案，好不好？我真的是觉得是用动，因为故宫是公众外交最好的工具，我认为删是不好的啦，我个人认为。谢谢。来，黄国书，你是简列5万块来冻结25万，啊，也有还有一个简列70万冻结150万。那我们这个好，那我就征求各位委员同意哦，我们就决议这个业务费用有关国内旅费、大陆地区的旅费及国外的旅费这个向下动100万。好了，
好不好？我大陆地区是全动哦。啊，那后面我们再来。对对 对, 对，我是全动哦，好不好？因为他要去要对等嘛，你要用国立故宫，不能用台北故宫去，你不对等就不能去，好不好？啊，本来不对等就不行啊。不是，没有，以前都有去啊，都用台北故宫去的。有的那个交流。我管你的，就照这个做。没有了啊，没有了。我们这个乡下先动100万了哈，动100万之后，至于这个有关国外旅费、国内旅费跟大陆地区的旅费要不要动，那再等一下细目再来讨论呐。现在是国内大陆地区以及国外旅费1,228,000元整的这个预算向下冻结100万元整，好不好？那临时人员，因为大家没有一个建议，我们先保留，好不好？因为临时人员大家好像很难做决定啦，哈。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对不对？参考。参考啦，临时人员哦。因为后面还有细目。对。啊，等一下细目我们再来讨论，要再怎么动的时候会把兵案处理。对。对。没有分动。现在是嘿，总数动100万呐、啊。嗯。就国外的啦。哎、欸，不，国外跟大陆的，就总数啦，总的旅游数啦，总的旅游啦，暂时动啦，黑啦，黑啦，好啦，好啦，好，那临时人员这个部门先保留，好不好？好，来，接下来29案，一般行政哦、喔，总 total 啦，我们先处理下面的更细项的一个预算，好不好？第30案，人员维持的部分。柯志恩委员他先离开，那没关系，我们尊重他，也先保留一下，等他回来再来处理。来，接下来31案，因为柯志恩这个我可以有委托你吗？因为我是联署哈。好，因为依照106年的这个预算呢、啊，你是517人嘛哈，然后包含职员、工友啊这些人员，然后再根据中央机关事务劳力替代措施方案的话，中间有72个人是超额精简的。那这些怎么办？要怎么处理？来，顾公要不要回答一下？人事，向委员报告，顾公目前驻警是57，工友15，这个已经列入行政院的管制，因为管制的对象。那目前我们为了保障他们工作权，都是采温和渐进退离的方式，所以。我们当然朝这个目标来努力，啊，所以预期不补，哎，是，他们是等到他们自然退掉以后再来处理，出去就不补了。那你现在人到底够不够？人是不够了，啊，哎，人是不够了，像北部不精简人也不够，是，所以要用非典的，是啊是啊，所以就回到刚才的问题嘛，所以对，所以院长你到底要怎么来处理这一块嘛？是是，你现在编制517人，你实际禁用多少人？是是。就是我们正式指引的员额一直在。你现在故宫实际禁用多少人？是。编预算员额是517人，你实际禁用多少？是。现在大概490几。好。490几。是。你预算编的是517人，实际禁用的是400多个人。对不对？还有一些考试什么的。那你为什么要编？那你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超过499人，对不对？就是我们现在的517是包含驻警57，还有工友15。对，你总数是实际禁用的是多少吗？大概490几。四百九十几人，104年的时候用多少人？大概接近。也是490几人，103年呢？少一点。好，那你这个517人是一直没有变的吗？因为你预算编个制都没有改变过吗？因为我们是去年蓝燕增加了80位员额，是，啊，去年104的话，我们蓝燕有增编了到80人。那是在这517人里面吗？是还是在517人之外？已经包括了。那所以104年的话是517减掉80几个人，减到南院的人哦。是是，对不对？去年那520几个，因为我们只要有出缺，像在这之外出缺的，行政院马上就给你精简掉，所以现在是精简到这个驻警的57，还有工友15，总共72个。所以主席啊，我想这个啊，他第一个对人员的实际的运用到底是怎么样状况？照他刚刚这样讲的话，说实在我搞不清楚，你可不可以应该要把这近3年来的最近实际的运用状况？禁用的状况给我们。第二个，人力够不够？不够，
你要怎么检讨？减少非典，那要怎么处理？所以我柯委员的提案是冻结5000万，你到委员会报告以后再来处理。因为你现在来讲，你还有十几个人没用啊。那个是，对还在零用当中，对呀、啊，有内生外补，你104年也还有也有十几个人没有用啊，是十几二十个人没有用啊，15对呀、啊，左右，对呀、啊，不是因为人事作业有一定的程序，我知道啊，你可是你不管你104年也要有禁用人呐、啊。你103年也有禁用要人呐、啊，是，你也是这样的、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可是你每年都有20个人没有再禁用嘛，问题就在这里嘛。每一个单位差不多都是这样了，预算严格的编制的人员跟实际禁用人员都有差距的了，对不对？对呀、啊。那然后将来这个钱再缴库，对不对？怎么会够？怎么会不够呢？你没有运动的钱，你非典的人不用这个钱，你要用别的钱啊。啊，对呀、啊。你不能用人事费啊。你人事费永远都是在缴库的，每年都会缴库的。人事费都有剩余嘛？因为非典那些临时都是用业务费用嘛，不是用人事费用嘛。好了，那其实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的话哈，就一方面我们有一些开缺的时候是用公务人员补。那另外的话是蓝院的话，它是比较特殊，因为刚成立，所以的话蓝院那一边比较高阶的研究人员，那需要他一方面要外补，那要有机会有合适的人，他是比较偏向博物馆的专业人力，所以那个是会碰到这样困难，但是也不能不编，只要有合适的人员进来，我们那个经费还是会用到。不是院长。在没有南院的时候，是故宫的人员编制是多少？少80位吧，就然后所以正式的当有南院的时候，另外再加了80位嘛。是，绝对不是从你原来的里面腾出80位给南院嘛。现在的话，对不对？南院是另外再加了80位嘛，对不对？现在的话，差不多你台北故宫的原有的编制，你现在用了多少？南院的80个，你用了多少？是，然后被。台北的这个故宫，你非典的、约故的、临时的用了多少？南故宫用了多少？院长，我建议看一下呀。谢谢委员啊，蒋委员讲的很有道理的哈。柯委员的提案也不是没有道理哦，所以我是建议就按照柯委员的一个建议哦。那我们在这个人员维持的向下就冻结5000万，但是我拜托是用书面报告。把刚刚那个蒋委员所提的这些重点，包括你的非典的一个替代人力的一个这个检讨报告，还有整个现在正式这个预算向下的一个人员维持啊，为什么每年的这个人事费用都还会有剩余缴库的原因哦？没有缴库啊，他不然刚刚那个蒋委员说还是有剩。一定有啊，一定有啊，一定有啊。所以你看那个预算中心的这个说法，各个单位差不多都有将近。没关系，你把蒋委员的这个问题，你们写一个详细的一个书面报告了哈。好，所以柯志恩委员的这一个提案哈，我们就人员维持这个预算向下5,912,600元，整冻结5000万元，那加书面报告。好，那报告委员会好，各位委员，我们接下来是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哦，总共从第31案哦到53案哦，都是在这个预算科目向下。那很多委员的提案是更细目的部分，所以我建议是不是大家一起提出来讨论？等一下呢，各位的提案要减多少，要动多少，我们一起处理好不好？好，那张廖委员，好，我来讲一下那个。蔡委员的那个提案啊，哈，那个新存有提案嘛，哈，我可以交提案。那个跟我刚才的质疑是其实是类似的啦，哈，就是那个我们看到哈之前的税入哈，本来看有提到嘛，哈，那个本来有一个税入有一个1000万哈，1000多万哈，不止哦，权利金那个税入财产哈，然后我们刚才审税入的时候变成只编了134了哈，那。较上年度编列
我讲的是第三十三案哈，较上年度编列的一千万减列了986万哈。那刚才那个处长有来跟我讲说是那个租金的哈，那计算的方式的问题，可是我觉得非常不合理了哈。那我也看不出这样的说明，即使是了解哈，但是也非常非常之不合理，因为我刚才算过哈，如果是按照他的公告地价来的话，他一平方米一年的租金大概只有80几块，一平方米啊。公告地价如果是这个100，听说170-180块而已了，那如果乘以5%的话，那他一平方米一年的租金哦，才80几块，70-80块，那非常不合理。而且那个权利金哈，权利金是1%，那如果说我们的收入只编了134000的话，那他的权利金总收入，他的总收入1%才1000多万、欸、那整年度的收入只有1000多万，我就觉得这个也很奇怪哈。那这个说明，当然我可能也有弄不清楚的地方了，不过我是觉得很显然是不合理，所以这是从税入面去解释它的不合理。那么从支出面，我们希望冻结2000万啊。冻结2000万，希望他进一步说明哈。那我的另外一个提案就是水电费第35案的那个部分哈，那个我在质询的时候也提过哈。刚才当然我们也听到那个故宫南医院在解释那个建筑物的一个高度、它的体积，所以它的能源哈啊耗用还是虽然啊面积比北院小哈总院小，但是它的耗能会强。那我记得我也提过质询。故宫南院它的建筑啊，是一个绿建筑，而且得奖的绿建筑。照理说应该是节能减碳。那如果比较北院，它的面积小，然后呢小那么多，它又比它还要耗能，那就是当时在审这个建筑物的时候，这个所谓绿建筑的标章是有问题的。不然怎么会去建筑一个面积小，然后体积大，然后他说整个那个耗能会比原来的啊故宫北院哎总院啊它还要耗能啊，是这个无法说服我。绿建筑它本身在认定的话，就是它有10项的那个指标，那所以9项9大评估指标了，所以的话它这当中哦，因为它本身那个在电能方面，尤其的话那个日光常态这一部分，那原油它因为大啊，整个是玻璃帷幕的一个。那玻璃帷幕怎么会是绿建筑？啊，这个也很奇怪、啊。它是有9项啊，请那个蓝处的处长。有，我咨询的时候也知道它有9项啊。哎，那他还得奖了。跟委员报告，不是得奖，就是我们取得钻石级绿建筑的标章。那也就是刚刚讲到的，在这个9项是我们是最高等级，最高等级又比较耗水电费，这个是逻辑是怎么来？跟委员报告一下，9大评估的指标里边，所谓的节能是9项其中的1项，它还有很多其他，像是我们的绿化的量、我们的基地保水、水资源、废弃物的减量、垃圾的改善、生物的多样性，它都是指标之一。所以在节能的部分呢，因为它都是多玻璃帷幕，所以它的那个玻璃都是采用 Low E， 可以那个适度的再降低紫外线对于室内的一个影响。那当然还有一个哈，对着我打断你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从今年1月到9月，我们看到你们的支出，很显然也不到总预算的年度预算的20%多而已。这个部分也容委员再让我再补充说明一下，我们的前9个月的这个电费的这个支出里边的前3个月，因为那个营建署那边它还有持续的一个施工，所以前3个月的电费是用营建署那一边的那个我们的那个筹建经费里边的经费去支付的，所以我们真正的那他支付的是多少？他在哪个乡下核销的？就是在筹建经费底下。就多少钱？对，我知道每个月他的那个电费的支付的情况也是将近300万左右。那也就是说，我们假设我们自己目前以南院来讲，因为还有一个夏季用电嘛，夏季的电费会比平日的这个电费比较高。那因此假设以1个月300来说的话，一年它会用到一个3600。但是要跟委员报告的是说，目前我们整个南院
还有很多的部分，很多的地方区域是没有去公用供电的，包含我们的园区外面的20公顷的这个土地上面的这个用电，还有这个户外的灯光，我们暂时是还没有开放的，所以这个部分都还会再去开放。那么一旦开放之后，它可能就以现有的我们用的这个台电的契约容量的2000千瓦会不足，应该要增加到3000千瓦。那如果你每增加一个千瓦的时候，每个月大概还会再多支出20多万，所以这个部分都要再算进去。那因此我们的整个用电量加上夏季的用电加上平常的，那跟我们后来还要持续开放的这些部分加起来的话，应该还是要需要一个相当的这个经费才有办法。听起来好像不够哎，够了，够了，听起来好像还不够哎，这样解释好像还不够哎。我们支持张廖委员，我本来是1000万呢，我现在支持他1/3，好不好？好，来，三成了。吴志扬委员，然后再李立芬委员。好，主席，我这个部分大概只有两个案子啊。第一个就是比较一般性的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这个第32案这里，我是提案减列2000万，冻结2000万啊。这主要是整个对于我们故宫南院这的不满意啊。这故宫南院应该是要在105年3月才完工的，但是抢在去年年底就开幕啊，因为这。